Welcome back to Zenith CODM TV. In this video, we will be going over the highlights of the CDM S7 Stage 1 Grand Finals between DYG and Wolves, wherein we saw the return of No-No, Ruxy, and Ma to competitive CODM. So without any further ado, let's jump straight into the action.你只要会跑位，很轻松的可以打出碾压。
帮助他更好的存活，你可以上二楼。你看到马先生，46杀了，两把长枪，一个27。马哥正面还是硬的呀？最后的7秒钟踩下来，欧硬了，就是保这个点，就是保这个点，真的要翻，真的要翻，秒钟的时间。 完全来不及，来不及，进不来了呀！又有一个空对地，咱们这么多空对地，最后的4分，重庆狼队完成了大逆转，恭喜狼队把比分扳成了1比1，有惊无险，只能说真的是有惊无险，太紧张了，角色上面 DYG 角色上面执行率上面应该是出现分歧了，可能有人想控复我点，有人想。 有人想控破我点，有人想去抢这个点。对。YG 希望能够尽快的从上鱼的实力当中走出来。哎呦，旁边很重要，能拿不拿到击杀很重要，看到了，有了，两个，马在断你，完了呀！哎呦，是的，一直在后面在追着你走，完蛋了，差一步就上岸了呀！ 再来换枪位了，直接抓了，吧台人多，有了，是安仔漏的，怎么变成安仔漏？西秦华产收割了，啊，是吧？不对不对不对啊！藏起来，哎，会不会搜冰淇淋店？先带走一个华产出，哎，是手感，他就是T0，我宣布。来看丰年的狙来到了前点，马要高中，先打，基本上是两边再摸。 哦，还打掉了，接应你的孟川，孟川可以接应你。我看到脚了，凤年这局很准，掉一个，赶紧打一个碎碗，然后紧接着手。退了，哎呦，撞了，撞了。最后来吃信息，通过道具数来判断你有多少人。来，嗯，凤年一个人啊，换不掉，5比5，一些动静，两边夹起来，但这时候还选择一小马亨 ，NONO 两个人，哇，凤年。 再拉出去了，凤年在架呀，宋诺这若曦这摸出来没有？个人的一些习惯，那 A 小出来了，主动拉八台和包点各一把，一把局不好守啊！哎呦呀，中路看到好多人，先秒一个，地上还有一个，再来这么快吗？第三个呢？哦呦呦，马科！ 妈呀，力挽狂！凤念已经绕出去了，正面打进来，安仔先接一个，第二个也有，带点，肯定要被死的，看 NONO 了，NONO 肯定要被死了，从这个枪位拉出来了。啊，外围二打二，正面拉出来了，若曦，犹豫的来抓，没抓掉，恭喜重庆狼队拿到。若曦也是双手。 对，而若曦确实太坐牢了。而马跟这个宋诺他们大多时候其实没有在去对位啊。<笑>一会儿你再消息，我去打水。可以吧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马、欧登双杀到手，再被碎完补枪补掉 ，NONO 路开渗透了，看正面的兄弟们能不能顶得住。没错，欧登又发挥了。梦，这边安仔先打一个皮蛋。 NONO 已经渗透到这个地方，没有人看他，偷了两个矿，破了。现在 DYG 整体钱压的都比较轻松。欧登呀，马哥的欧登还是有说法的，太秒了这把枪，秒掉了 ，NONO 正面突破，先打一个跳下来，去坦克位可以再打背身，等一下不急，为什么你打换人都可以，凤年啊，那打足个击破就再输出了，这边先藏一下，西芹打一个，踢的很快。 哦，贴到近点了，贴到近点了，挡住，打一个正面再来打，没问题，收了一个，压加了，压加了，嗯，啊，又发，天哪，太可惜，DYG吹起了反攻啊，啊，若曦再拿双杀，4打3，一个人输领先，不是吧，这都能翻回来啊？我没看懂，刚才我低头的时候是17比9，我抬头的时候是1打3。 看你一把290，怎么一打3？NONO断剑收下。给他翻了！哎呦，天哪！火攻跳下去，队友歼灭性也来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。啊！歼灭性怎么出来啊？NONO也过来了，崩了！这真的就是压加呀，两边都在压。
啊！天哪，真疯了！这个节奏像狼队昨天打秦就，说DYG在控制当中，能够跟狼队有一战之力的梦想。哎呦，被翻之后，心态感觉还没有调整回来就已经。狼队上来开局想要后攻去抢占一波先机的。嗯，攻了，自杀了这边，来看一下。 一枪双响，对吧？这 DYG 横扫狼队4-0，太快了，导播都跟不上了。来看一下，还在输出，一枪带走，还是领先6条比较多的哦。他敢说话，我现在觉得这只 DYG， 我现在在回想爆破的，这没有机会再用了。 啊，再来，这边领先2倍，应该是4-0，4-0了，最后一个人的位置也锁定了呀！8-2，孟川打掉一个，仅剩最后一名安仔被马收掉，深圳 DYG 把大比分追成了2-2，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熟悉的狼杀大战。阿哥，这把应该是没得跑的，若曦23，川梦25，Norman24。 这4个大佬都起来了状态，你看你藏也藏不住啊！逼着你得对枪。三的地图到底谁能获得胜利？进攻方来了，皮蛋看上面了，看上面了，看了又过去，看活着，弄到补枪，弄到补枪打一个，再来一个双杀到手。的等的突破让继续摸，对，打渗透力的，而你看DYG，诺在看，哦，速诺，以你为信息，这距离可以秒了，应该没有想到正面。 这完成东路的击杀1-1，我操！看到秒一个，第二个也有，素远双，方案 C， 啊！哎呦，有惊无险，头上有人啊，跳下来又错过了，狗枪王，单杀了，后面这个位置可能要吃闪，七星拉过来打两个川梦中路收一个，安仔战术变多了，哦下在等死啊！ 哎呦，中甲 A，这怎么往A点过？中甲 A 是什么意思啊？完了，不在战术。还能中甲 A， 皮蛋都懵了。中甲 A 出来了，但庆典藏了一个 ，NoNo 位置也被发现5-1。若曦，哎呦，安仔被打掉了，七星在二楼主动打一个跳下来再切，秒必须打完两个。哎呦，马哥倒那没。小身位，先爆一个头秒了，再来双杀。是的，若曦这很关键，这两枪。 哦，第三个有看到凤眼，其实是可以的。18-90，哦，他在绕了，马需绕了，正面结束了呀，4-4，要5杀了，要5杀了，追追追！哎呦，马哥没人能看，没人能看，二楼有人，马哥这时候赶过来了啊！马哥这从绕后了，跟上把一样，一打一，一打一，一打一打，哎呦，马哥不去了，要付出代价的。我看到了呀，走不去，送你回家了。 一局带走，就孟川两次没有帮他直架，没有保若曦，啊，但是马哥又绕吃遍天啊，啊，看，直接看铁轨，对，聪明了，是的，马太聪明了。凤年绕，不是马又在绕，你收割完了，又是马。凤年狙一个，哎呦，空枪了，马哥在这，哦 ，KD 拿到。 直接拆吗？不让你拆了呀！恭喜深圳 DYG， 看到最后一秒，现在3-2领先了，都很及时的。他的个人的理解和大局观很好，其实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打好马那个位置的，也不是说所有人在正面拖住你就能绕后。嗯，我战胜深圳 DYG 的。对，但同样深圳 DYG 全状态都是在线的，七星现在在这，点被安仔直接秒掉，皮蛋也状态可以。 嗯，拿到双杀了，安仔3杀到手了，已经。若曦下一手能架住吗？把这安仔架住了，正面队友也解决掉。那第一轮结束，其实双方打的基本上还是5-5开，还没11分。第二个点，哎，凤年也醒了，而且他的战争机器也好了。 关键的凤年，关键的凤年，起了战争机器，太可惜了。来看一下，松诺顶出去打，哇，还在吃分，60-28，发生了什么？马的黑洞也好了，你开局不是这样跟我说的。
进不去了呀，屁股也被看住了，黑洞枪在那逆袭正面打进来没有了，是狼队累了吗？皮蛋现在只拿到五个击杀，皮蛋没醒，想要扣复活位的暗仔被收掉了，现在缓冲区拉得很强，打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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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有机会再输出一波复活点可以抢回来，啊，这个地方也是拿到了十九个击杀了，是克制到了皮蛋，皮蛋这边两个大招，孟川川的等花枪也开起来，又是要刷一波屏，碎丸也倒了，再往前做突破，孟川，这么等花枪好了还不开，点内还有说法，还能再踩，还有说法，安仔还在输出，安仔在后半程的时候想要带队重新将主场抢回来，要记住这张地图是你们时间还远远充足，等花枪反攻，可以，这波能不能反攻？应该是还是会90%的这个能量会恢复，来看一下这一波六打六零往前打了，速诺还有力耍，安仔在点内必须要撑住台型，左右闪身疯狂喷，队友在点内自己再打一波没问题，不变下个流也要率先起来，可以做一波洗脸，洗掉了穿，但是复活点现在依旧在狼队的手上，安仔准备要再一次进攻，DYG 190还在追，狼队也没有放弃，但是劣势马哥在黑洞枪一开做了14分全部都可以拿到，安仔把点的全部清完，一波三杀，最后的10秒钟还是要踩回来点的第二个点，他就有可能战胜，是的，但有可能带走 NONO 进来三杀，直接把点位做了一排吗？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机会，有力爪，这波一定要守住，一个两个哇，了进点了，必须要进点，力爪三杀，是的，点内还有人，皮蛋。皮蛋等花枪看一下，这一波等花枪进去了，马也被收掉了，所有人都必须上点，现在对于狼队来说二楼已经上来，二楼空灾进点了，安仔补上这个节奏，还有7分再啃，天哪，重庆狼队是一分一分在防，不能让他们win的，现在 DYG 只差6分，二重还没突破200分 NONO 开弓要站点，最后的3秒钟没人了，深圳 DYG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雄冠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通通月，恭喜深圳 DYG 获得实力召唤，大师赛 FC 赛季阶段一第一名，恭喜深圳，对于狼队来说只会增强不会削弱，而 DYG 这支重新回来的 DYG 在热点模式当中是战胜了